好吗？那 DLC 就自己是进去看。就是可能恐龙会冲出来咬人的时候，就是那种直升机的 skin 会不一样啊那些的。想说，哦，就差那几百块就直接买了。对啊，会多五只啊。然后听说哦，对，还有这个新的游，恐龙。对，哦，我看到数位豪华版，哎，等一有下，什么？这游戏很扯克哎，氏龙。它居然会有那个接那个任务，然后可能会对某一派系提高，然后某两派系降低，哎，所以是怎样？要去安抚那三个派系，是不是？哇！太累了吧？以前都没有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说，这个拿来玩单人系列很恐怖啊！单挑喽！哇！这游戏某方面来说蛮现实的。还蛮现实的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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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已经逐渐达到我们的期望，这要怎么解但释我们希望他们能有效繁衍后代，而这就是你的下一个任务。啊？请确保我们的样本都受到妥善的照顾，保障恐龙的福利。恐龙与人的差别在于，我他想们无从了解人类，刷了所以别指望卡片他们抽先来照换。顾。好，没人知道。这位是兰伯特，保安部门主任。研究一大家下，好，欢迎来到群岛。真的越来越我现们有实个了，最好基恐本的怖哦！难题，所以他需的要恐管龙真的控，会暴走，同时会，要鼓他会励破他坏们那个自己，电缆。因为对他啊，们有作所以战你能系的也会吗？挺好，到一个包括我不我知道在哎、欸，大家最害怕会呀、啊。通常大部分都是肉食性的，比较冲动一点。因为你移到那个恐龙身上，它有显示攻击人的次数，然后撞那个次数，冲破栅栏术、杀死人类术、接受治疗术、遭到麻痹术。所以有办法把人类载进那个肉食区里面当饲料吗？不行，但是你好。可以故意把栅栏破坏破掉，坏让恐掉，龙出来咬顾客了。然后肉食恐龙它会有那种羊从地面升起来给它咬。哦，卡片抽所以换不哦，第三代啊。地面之石，进这个。所以它的道路也是自己盖吗？对。对。哎，我找不到探勘中心怎么进去？我找到了，化石空间布置。哇！我要扩充包包啦！我包包满啦！我要怎么研究？可恶！化石中心，化石。哦，有了，红肉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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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是我不想。培育，哦，好恐怖哦！如果被吃光光怎么办？什么东没有西？DNA，我挖到银哎，好赚哦！可以卖钱，可以卖钱，练财练财练财，我练财。要把第一卡的全部售出，售出。哎，我有点忘记机哦，这里化石在这里。恭喜，我猜，我们现在任务是要三角龙到70%，真假的？嗯。你的是那个任务吗？嗯？你的任务在哪里？我的任务是 挖一个那个肉食恐龙化石。哦，你可能比我快了吧？我现在是没有建啊。造巡逻战跟孵化70%三角龙哎，跟研究钩虫，还是它不一样？不不一会点样缀都哎，不一样。太神了好吧！任务屌！还不一样，太我神的下一个任务是确保恐龙可以喝水，还有建造一个那个。吃草恐龙的喂食处，太还神是了，你太们神！选三个不一样没的有，那我们是选一样的，我们都是选那个草啊，系吃草的我见了啦，吃草干，的。骗 人，你在骗人啊！我以为不好一骗样，人。天哪，我被骗了好多次啊！来来来，巡逻站在吃哪草，我们来这边吃草。巡逻站。团我一直团在为关什注你么所一做的直一在切，骗？我觉得有点没失望。有，有了啦，杜瓦78三博角士龙竟然都找我骗申请了这种没申请申有。等一我等下，等会再跟他好好讨论。他我右总边是叫乐园间的竞争啊，真的。乐园间的竞争。哎呀，我的三角龙嘞！哇，好可爱哦！哦，取名字这边哦，好。
当然可以去了，我叫魏开启。你可以叫新增资料夹啊，你可以叫当兵，然后另外一个叫做未命名零一，最常用的要括号哦，未命名哦，对对对对，哎、欸、对啊，哎、欸、不知道这个游戏呀会不会跟我之前玩的那一代一样，就是如果恐龙暴走，你可以去操控直升机然后射龙，之前的是有啦，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有如果有会很酷，哎、欸，有会很酷，你就要比枪法。那么帅哦，2000了，好，全世界都在养龙了，刷了吗？刷了吗？刷了，没钱了。泽平是刷别的，哎呀，排挤他，排挤他。哦，他咳咳，哦，就是去探勘样本，他前面不是 ID 会有图案吗？嗯，牛排图案的就是肉食动物。哦，对啊，肉食。来这边游、啊、客哦，先练财啦，买盖个服饰店哈，全部都给我来买纪念 T 恤。进来没有恐龙，只能买衣服。对，买衣服回去。人家好不容易到这岛上，然后看，然后就只有两只。然后，哎、欸，买一件衣服回家。这件是在超远，在拿望远镜才看得到，超小只。还有好聪明啊、哦！超远，笑死！练财练财，然后重点那两只恐龙还是工作人员，所以才只能用望远镜，看不出来。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泽平在干嘛哦。泽平在痴呆望的远方，看看。哎、欸，你钩虫在哪研究啊？我还没研究、欸、哦，在这里哦，找到了钩虫。音这个吗？是啥小？继续挖。哎、欸，你的游客是真的看不到恐龙哎、欸，他们完全没有路线可以。为什么有游客啊？他会自动放进来啊。我、哦、哎、欸，这不是工作人员呢、喔？那叫饲料好不好、哦、有啦，来个观看区好了啦，让你们看好不好，望远镜看一下。看研究中心研究钩虫。感觉这就是寄生虫啊，为什么要研究研究？不是啊，我打团团帮我找一下钩虫在哪。好好好，我先盖观景区给他们齁。不要啦，被他们弄好干嘛？等一下观景区都接不起来啦。哎、欸欸、为什么？哦，接起来接起来哦接起来，不需要你了，我找到了啊，接到了接到了，吓死我了。治疗方法，这干嘛？飞镖、啊、飞镖枪治疗。哦，这个游戏其实就跟过山车之星是同一家制作公司做的、啊、制作的那个同一家，跟模拟乐园那是一样。对对对对、啊、一模一样一模一样，它只是主题是空。对，有了有了，没有变电锁。哎、欸，我也有四星卡了哦。你对解决问题很有一套，这是很宝贵的技能，尤其在这里非常宝贵。好，变电锁，所以我要建电线过来。我是兰博特，电线来。我有个新任务，感觉你的能力很适合。你先稍微了解一下，然后告诉我你是。这样应该有了吧？哦，没有，变电锁，变电锁，变电锁。哇哦，哇哦！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我总觉得琥珀卖掉比较好。各项设施里的动物们不断在刺探我们安保系统的弱点。这些动物比其他人料想的更聪明和狡猾，但我们不会低估他们的能力。向左旋转。这就是哦，这个一定要对齐，好，不然有人会崩溃了。的安保规章和他已经没有出现在聊天室。同时。这是找你加入的原因。有啊，侏罗纪世界就有那颗球球啊，可以让人进去玩那个泡泡足球的那颗球。对啊，仓鼠在里面跑，然后后面肉食动物在。我需要你帮忙孵一些恐龙，然后将这些孵化的恐龙安置好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好了，他们不会只能从远方看着跟小鸟一样大的恐龙。行动吧。化石画面，
欸，我也挖到银嘞，跟你刚刚挖到一样。绝屁哦！我也不想要啊！我要挖到金啊！找一下，还有三角龙，多多锁起来。他们在哪看呢、啊？为什么你、我找不到他们在哪看、啊？没有，你如果没有建设施，他们是没办法看的。什么设施？你要按你按那个围栏，然后下面、下面往下滚一点，会有一个观看区。哦，对，他们是在这里站在里面，然后可以从那边看恐龙这样。哦，难怪。哎，有，你怎么对齐啊？天哪，你怎么可能对得齐？哦，这里哦。啊，没有对齐，假装没看到。我以为我有对齐，其实没有。可是，能草食跟肉食养在一起吗？会不会打架、啊？会打架，会打架，会打架。那怎么办啊？你要规划另一区给肉食的，不然就是对，除非你想要看他们打架。哦，不然就是你草食要繁殖更快啊，就变免费饲料。没关系，它里面有羊可以喂，好不好？